顶住，顶好自己的一攻，不让美国队追分，把这几个队员转下去之后就比较好打了。短平快，好球！斯科特还是宝刀不老。把前区吊球，巴罗斯接的不错。鲁伊兹真是状态又好，而且打得又兴奋。而且他打完一个好球之后，他的情绪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队友。巴罗斯发球也没有失误，界内决胜局古巴队的发球经过了第四局后半段的调整之后减少了失误，而且发球的效果完全展现出来了，也体现了古巴这支球队它的成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场上技术的调整能力。而且这场球呢，我们还要肯定大家也注意到了，古巴队的卡里罗还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伤病，所以整场比赛都没有打，还少一个主力呢。当然巴罗斯本身也不差，只是状态随着年龄增长有所下降而已。那汉尼夫的位置也到了后排，纳玛尼也在后排。美国队触网，古巴队获得了赛点。跳发很凶，自由人把球防起，鲁伊兹强攻，斯科拉现在虽然能防住球，但是他防起的质量已经比巅峰期下降了。最后美国队扣球是失误，让古巴队以15-11胜了决胜局。他们竟然在0-2落后的情况下，而且前两局状态极度低迷的情况下连扳了三局，在后三局没有给美国队再给什么机会，3-2反败为胜。这样古巴队也是在三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三战全胜，和巴西队一样，是以三战全胜的成绩保持在第一和第二位。当然巴西队胜的对手呢，他的对手的含金量要更高一点，巴西队胜了，打了意大利，古巴队没有打意大利。古巴队在接下来要碰到两强意大利和巴西，将是对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考验。当然巴西队呢，后面除了打古巴之外，另外一场打日本基本上是正常情况下是肯定是要赢的，所以很有可能呢，就是巴西和古巴的这一场比赛将决定大奖赛的冠军谁属。美国队呢，他在到现在是1-2，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队这些人员他们从世界各地的联赛当中集中在一起，时间还不长，留给郎平集训的时间很短，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对于郎平来说，郎指导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看他能否把这支球队能够磨合得更好。我们也希望郎指导率领的美国队在奥运会上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
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今天傍晚的时候还将为大家转播另外一场比赛，日本和意大利，也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收看奥运频道为大家转播的意大利和日本的比赛。这是刚才前面的一个慢动作回放，卡尔德隆和拉米雷斯可能在言语上有一些口角，拉米雷斯呢也是一个很傲的一个人，所以可能激怒了卡尔德隆和卡。